我上次要你帮我找的布料，找到了没有啦？就我的客人呢、啊，拿他的西装回来，叫我帮他修补破损的地方嘛。我有看过啊，那真的是我的手工，没有错的。可是哦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块布料啊，他也想不起来哦，什么时候进的货啦？拜托啦，你再帮我多问问看呐、啊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奇怪，你都问不到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在玩传球，那么有默契干嘛？麻烦也传一颗给我好吗？等很久哎、欸。要吃橘子不会自己剥啊？不公平啊！你都只剥给策哥。哦，我失宠了。请问你有得宠过吗？见色忘地。好了好了，叶龟，那没有人跟你玩传球，你就自己吃你前面的水果，那么多盘。喂，喝冰的对你的伤口不好，听话一点，喝热的牛奶就好。我已经帮你泡好了。辛苦辛苦。去上班哦，我有事，先走了。你这么早就要去哪里啊？哦，小珍最近有点闹罢工啊，我想说趁上班之前先带她去休一下。我陪你去。不用啦，你这么讨厌迟到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如果等一下来不及的话，记得帮我跟姐妹们说一声哦。拜拜。骑车撞到电线杆啊！唔知咧，将所在啊累残，只剩肉卡。哎呀，有啊，报警来嘛。小珍最近有点闹罢工啊。我想说趁上班之前先带他去休一下，我自己可以的，拜拜。朱生文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可能在找哦。你们看看，他被送去哪家医院？冷静。他被送去哪家医院？不清楚。真正的号码电话，公共电话。陈策，
那你身上的血，还有我看到小珍倒在那里。小珍怎么倒啦？哦，一定是因为我刚刚急着帮出车祸的女生打电话，还有送上救护车，所以才没停稳。小珍。陈澈，你是不是吓坏了？没想到你这么担心我。对，我担心你，我担心你这笨蛋万一受伤怎么办？我担心没有我在，你这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更担心我，担心我会失去你。好啦好啦，以后我会很小心。很注意，不再让你担心了，好吗？你猜猜。哦。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多奇怪的举动？为什么我会那么在意你，舍不得你？甚至害怕失去你，那些连我也搞不懂的自己，原来全都是因为我喜欢上你了。小姐，你稍等我一下。